都攞到幾點啊？講又講，聽下親戚後邊講唔講咧？上世啊，可以唔使等。啊，都都應景嘛，你嘛講咧？有的所在好少。應景嘛，人啊？應景嘛，嘛宜蘭人，哎，就搞怪生。講起咧宜蘭嘅啊咧，親戚講完就人啊，伊做主男，伊就無咧心操心。阿姐，你等來啦，阿姐唔使等。你讲，你也是很想吃。登记为，出去为老板，你就可以来啥，你就再去登记。我的天，那个有道理。对。那天可以回去哈。回去的话，注意在的话无所谓，因为你是冲个注意回去的啦哈。有啦，有一只方式。讲啊咧，啊你阿爸退去，伊就收起。讲个小户的，袂使就去。